这个应该称为音乐学院的创办人。欢迎石康君，欢迎来自新加坡的石康君。恭喜恭喜，新专辑，新一批，对。OK， 另一种温暖，而且听说你是音乐学院的创办人，就是在新加坡跟朋友开了一间音乐学校，叫什么？叫 Art Chemist。Art Chemist 就是说，就是融合，就是把艺术这部分啊、变成有一个化学作用的东西。他是 artist 加 chemist， 对，就是艺术有化学变化的那种艺术家就对了。对，哦，所以你是校长咯？是是是是，而且听说石康君有19度音哦。嗯，是吧？是。哎呦，音域，音域非常非常的宽哦。那我们今天欣赏你歌曲哦，带哪首歌曲？就是萧敬腾的《收藏》。掌声鼓励，欢迎石康君。谢谢。路或许很艰难。石康君在2005年发行首张个人专辑，拥有爆发力的嗓音以及过人的歌唱音域，是乐坛中备受注目的实力派歌手。我能想象远方的路旁有一双目光，外套右边肩膀上还留着一点香，哦，用失眠爱到过往，回头看为什么会退让，或许人们都一样，越受伤越健忘，追寻烟火的路上，或流浪，或碰撞，还要闯。我能想象，在远方的路旁，会有一双目光，是否一样，都带着昨天的伤，是否真？情的信仰会让人忘了忧伤，我的眼眶如果要悲伤，那是过程中的收藏，烫一烫，再经过那些离散是否一样够坚强，啊，我能想象在远方的路旁会有一双目光，是否一样都带着昨天的伤，是谢谢，掌声鼓励，谢谢新加坡的石康君。接下来是超偶的老生郭少轩要拼进总决赛，带来歌曲是凤飞飞的《想要咖喱杯》，欢迎郭少轩。